原标题：清朝唯一有谥号的贵妃，她为康熙生下了皇子。为雍正囚禁十几年，古代帝王将相去世后基本都会有一个谥号，这是对他们生前所做之事的综合评价，通常来说比较客观。比如文正的谥号属于文臣最高追求，后宫女子之中一般只有皇后享有谥号，但也有特殊情况。清朝就有一位妃子，她是清朝唯一有谥号的贵妃，为康熙生下一皇子，被雍正囚禁十几年。她就温熹贵妃钮祜禄氏，出生年月无从考证，入宫时间也不详。之所以能成为康熙的妃子，长得漂亮只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她出身显赫。钮祜禄氏为满族八大姓之一，况且她父亲鄂必龙是顺治任命的顾命大臣，辅佐年幼的康熙帝处理朝政。当时鳌拜位高权重，几乎不把康熙放在眼里，鄂必龙选择明哲保身，既不跟鳌拜站在一起，也没尽到为人臣子的职责。康熙除掉鳌拜之后，紧接着就有人弹劾鄂必龙，甚至建议将他处死，但康熙念及旧情，没有对鄂必龙下狠手，只是从此不再重用。再说温熹贵妃，在她进宫之前，姐姐已经被册封为皇后，即孝昭仁皇后，也就是说姐妹二人共同侍奉一位皇帝，这在历史上也不稀奇。比如东汉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姐妹都是汉成帝的妃子。温熹贵妃于康熙二十二年生下十二个印，两年后又生下一公主，只是很小就夭折了。此后一些年，温熹贵妃日子比较平淡，也没再为爱新觉罗家族增添皇子或公主，所以几乎没有留下记载。直到康熙三十三年，史书写道：温熹贵妃薨，是日奏贵妃薨，应辍朝三日，大内以下，宗室以上，三日内咸素服，不祭神。按照宫中规定，贵妃无需给谥号，康熙却赐给他温熹之谥号。纵观清朝两百多年间，以贵妃身份享有谥号者唯有钮祜禄氏一人，再无第二个。从这方面来看，康熙对他还是非常宠爱的。儿子胤长大后被父亲康熙封为推郡王，他跟八阿哥胤祀关系很好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胤得罪了四阿哥雍正。雍正登基后的第二年，直接找个理由把十阿哥胤囚禁起来，直到雍正驾崩都没把胤释放。乾隆继位后，胤才获得自由，并被封为辅国公。此时他已经被关了整整十三年。参考资料：清史稿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